是惹蓝龙狮坊，要呈现的是喜气洋洋乐曲清。The next team from Relan Dragon and Lion Arts, please welcome.拉高一点，拉高一点，因为拉直了，身体会痛。
Thank you.
现了蓝龙诗坊带来的《喜气洋洋乐曲清》。And that was from Roland Dragon and Lion Arts.第27届宜安城全国舞狮锦标赛的比赛现场，今天已经是来到了男狮传统项目的第二场大决赛，而且呢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支参赛队伍了。我们刚刚表演完的这个惹蓝龙狮坊，在等待着他们最后的得分。惹蓝龙狮坊最后得分8.76。